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，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要是说起演艺圈的花瓣王子的话呢，大家都知道我说是哪位男艺人了吧？王一博凭借着和肖战饰演的双男主角《陈情令》，让他走上了人生巅峰。前几天呢，又和我们的收视率女王赵丽颖古装剧合作了《有匪》，大结局之后啊，他的人气一下子又再次提升了。花瓣王子将迎来新剧，随着这一部《有匪》迎来大结局不久之后呢，网传王一博又有一部现代剧即将开拍了。这部剧的剧名叫做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目前这部剧的主演名单呢已经在网络上传开了。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刷到过，该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是由一本小说改编而来的，相信书迷的话呢，自然是少不了的。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男主是一位妥妥的学霸，但是他的内心却是一纨绔子弟。一开始呢，女主是对男主没有什么好感的，反而有点嫌弃，直到两个人在长期相处当中逐渐产生了好感。现在目前在网上传出的就是王一博将会出演该剧男主。王一博呢，其实要是说他主演的哪部剧算是经典的话，小编觉得就是《陈情令》当中饰演的蓝忘机了，因为应该是他演艺生涯当中的巅峰时期了。他的演技也得到大家认可。前段时间王一博和宋茜两个人主演的《风起洛阳》已经快要杀青了，所以的话要是再无缝隙的进入到这部剧的剧组的话，概率还是比较大的。该剧的题材呢，主要是以现代的甜宠剧为主，就是一些甜蜜的爱情为主题，在大家总是在忙碌之余喜欢来一段看霸道总裁喜欢小萝莉的剧情。打火机与公主裙的剧情还是蛮甜的，男主的人设则是一个坏男孩形象，小编觉得王一博挺适合这个角色的，再让他颜值这学霸妥妥的了，首次搭档零零后小萝莉。而这一次和王一博搭档该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的女主的话呢，想必大家都是从认识的，她就是年仅21岁的赵今麦。这位女演员呢，别看她出道时间短，但是也主演了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哦。无论是在《小别离》当中饰演学霸金晴晴，还是在《少年派》当中饰演林妙妙，这些角色都让观众们再次肯定她的演技。这位小姐姐除了演技好之外，她的颜值在同龄人当中也算是佼佼者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《少年派》当中被赵今麦的颜值给圈粉了呢？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校园女神的称号也如此而来。先前呢，赵今麦饰演的角色一般都是校园的角色为主，所以这次饰演都市情感剧的女主人选对她来说也算是一种考验了。要是到时候真的出演这部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的女主的话呢，简直让大家太期待了吧，这对 CP 就先行预定了。目前这部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的男女主呢，也只是网传让他们来主演而已，不过相差几岁的人两个人组合起来呢，一点都没有违和感，就是不知道王一博这次搭档赵今麦搭档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，你们是否也在期待着呢？现在我们影视行业的题材多种多样，但是最受欢迎的自然是这些甜宠剧的题材了。首先呢，我们部剧的男主王一博，无论是人气还是流量都是相当不错的，再加上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大的成就的赵今麦，这部剧的剧情是甜蜜的。除此之外呢，大家有没有觉得王一博和赵今麦还是有点夫妻相的？先前两个人没有合作过，相信这对 CP 这部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当中为大家呈现一段甜甜的恋爱吧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